听说我们生活中所遇到的困难不是突然造成的，而他们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，不可避免的。现在对你来说生活很痛苦的话，这就说明你在这个世界上活着，而不是白白存在着。希望这些厌恨的痛苦让我们成长，积累一些经验。我一直认为最受苦的人最有经验，对生活的认知是最全面的。我们还是得感谢困难吧，因为我想这些让人烦躁的难关让人变得更有价值。假设某个公司里有两种人，一位是清洁工，另一位是程序员。清洁工每天打扫卫生似乎除了疲劳没什么难度，而程序员写代码经常有伤透脑筋的问题。一年过去了，清洁工还是负责保持干净，没有什么变化，而程序员每天处理工作当中所出现的问题，现在他很可能是成为了行业的高手。困难可以说是经验的外皮，我想把外皮削下来。